内娱最贵的男人出现了，肖战无考察期空降宝石龙全球代言人，官宣当天单笔最高交易额就达500万。原来奥龙另一个代名词是肖战的氪金粉。那年时候看到一个奥龙， 我没太懂是什么，就是很有钱的龙，很有钱的小飞侠的意思，就是氪金粉的意思。别的明星还在变着法讨好品牌方，试图拿下大使之友，肖战则在一年内拿下35个代言，且全无例外全是最高抬头。作为内娱唯一手握7个高奢的艺人，品牌方相继为他破除竞品原则，身为GUCCI全球代言人，住进竞品宝格丽酒店，GUCCI和豆子两大竞品更是同时邀请他去米兰时装周看秀，还能光凭一张脸就可以在美妆领域拿下6个代言，这种级别的待遇在内娱可谓前所未有。肖战之所以会被高奢青睐，绝非颜值，而是他本身的商业价值。肖战带货能力堪称恐怖，宝石龙官宣当天粉丝晒单几十万起步，海报上价值4万的项链一秒售罄，订单甚至排到了明年2月。该品牌客户曾是英国王妃戴安娜和约旦皇室等欧洲名流。GUCCI给肖战拍完宣传照，佩戴的戒指全球限量2枚，14万一枚，通通被粉丝拿下。代言 NARS 当天销售额更是破8000万，前后销量猛增207倍，直接将品牌冲到化妆品排行榜榜一位置。所以不是肖战借高奢抬咖，而是高奢需要肖战这块吸金石。